2018年台湾灯会伫今年的3月2号元宵节伫嘉义登场，主灯含小提灯的造型今日来曝光。今年意向主灯的概念来展现，主灯的造型设计是以阿里山顶冠的祖祖囡仔含中意相伴的台湾狗，伫阿里山云海山顶融入嘉义在地的形象。另外，搭档上受到小朋友喜欢的小提灯，今年号名叫达利哥，甲嘉义在地山海阿里山的铁枝路，变作是狗仔身躯顶头的纹路，看起来是真古锥。我们这一次把全世界的所有驻外都把它打开，希望能够大家能够来。那么我们也很期待能够到嘉义，其实它正好在我们台中跟高雄的中间，那么可以看到这个很特殊的地景，那么尤其可以把我们的嘉义呈现出它是我们北回归线上的一个绿洲，我们可以看到森林，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文化故宫的特质，所以我们希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嘉义的美食，大家一定不要错过。今年哈，2018台湾灯会在嘉啦，在嘉义哈啊，我们有三大特色，就是展期最长，从2月16到3月11号，就是大年的农历初一，一直到3月11号。第二，展场最大，我们前面的广场50公顷，沿着太子大道哈艺术大道到故宫南院的有水景，有那个灯，那很漂亮的哈，很夺目的的一个灯会，所以我想，大家真的不要错过。馆长张馆表示，今年台湾灯会伫嘉义，登记对2月16号到3月11号是登记上长的一个灯会。小朋友关心的小提灯，对2月16号开始到3月11号，馆府逐天下晡3点，拢会伫馆府和专运站两地来发放，提醒民众要把握时间。台中新闻黄佩仪采访报道。